我们邀请工作人员稍微再帮我们调整一下桌子的位置。好，那这个、我们在这边拍好了，所以刚刚的那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请媒体朋友们再赶快抓一下时间哦。这边会不会太后面，还是往前 ？OK， 好，我们请媒体朋友看一下。还有这边，好好，这边右边也有，是不是？好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再看一下，调整好之后 ，OK。好，中间这边，好，可以在中间补拍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再换一个吗？好，打招呼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的媒体朋友，谢谢。好，那哦，要再拿一下这个哦，刚刚没有补拍到这个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工作人员，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周六的活动通常比较多啦，所以媒体朋友比较晚来一点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让这个媒体朋友补拍一下。好，手边能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拿一个出来啊，好啊，都可以，拿一个比较轻一点的，刚刚我们特别拿了这个棒棒糖，童年的回忆啊，有吗？有拍到吗？好，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。好，来工作人员帮忙拿一下。今天有这么多的乐迷朋友要帮我签完，我们要请工作人员再帮我们准备好水，好。刚刚我已经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，有没有？今天呢，这个非常开心的能够跟我们台湾的乐迷朋友们见面。当然，手边如果还没有专辑，麻烦在面对舞台左后方，今天呢都可以啊，在这个佳佳唱片的摊位找到这张最新专辑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购买上张专辑，一起拿上来签也都没有问题哦。我们请乐迷朋友们从右手边的楼梯上，左手边的楼梯离开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刚刚新买的专辑的话，要提醒一下现场的乐迷朋友，麻烦请将。